电影侠 Ryan、Pinky、小兵监制后巷电影院。好，欢迎大家嚟到今集嘅后巷电影院啦。咁继续有呢一个电影侠同埋 Ryan 喺度噶。系啦，咁都透咗一段时间啦，因为实在即系其实好惨嘅，即系呢个市道咧。就可以用一樣嘢叫低處未算低俾我形容。其實都多翻人約戲院嘅，即係如果你睇電影節嘅一啲嘅反應啦，咁但一般嘅場次就似乎大家都依然係咪啲戲唔夠吸引咧？你覺得好吸引咩？嗱，呢個就係咁啦，呢個 depends on 啦，我覺得咁，因為你始終。你話有啲片係就算之前內地好爆或者係出邊好爆嘅，香港都靜㗎喎。唔係，但係呢個星期開畫嘅片咧，真係得咯。嗱，咁所以令到上星期開畫嘅兩套片咧，仍然喺個市場嘅頭兩位嘅。咁啊，排頭位嘅呢一套華納發行嘅《怪誕黑巫後》，第二個週末咧，其實都幾恐怖嘅一套片。即係其實啲小朋友變老鼠，其實一個唔係一個老少咸宜嘅片，但係星期六仍然56间要做330场咧，係仍然有8800人次，每場平均人次仲有27位，10日係差唔多接近400万。其實我唔知有幾多人係為咗睇 Anne Hathaway 去啦。咁即係夾埋個名，其實好容易俾人哋誤以為係迪士尼出品添。但是入面看的東西絕對不會是迪士尼可以拍得出的東西咯，其實差不多的。當然啦，如果你用新版和舊版來計的話，舊版是個頭樣衰一點咯，新版的女巫就是手腳樣衰一點咯，但是因為她手腳上面的 design 呢，其實也都被這個美國那邊的關於呢個肢體有殘障的人士的呢個協會咧，就告咗上法院嘅，咁樣都譴責佢呢一個即係有歧帶有呢個嚴重嘅歧視啦。其實講真係都越來越多，有陣時喺可能係拍電影嘅時候要特別小心啦，因為始終個電影入邊就講到俾你知係佢手腳有殘缺嘅，好似你就一定係女巫咁樣，咁的而且確呢樣嘢都幾傷害性都幾高嘅。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啊，講下排第二位啦。排第二位呢套片咧，其實咧。我覺得香港成績唔錯㗎，因為其實近日真係冇乜其他片可睇嘅時候，其實口碑亦都唔差嘅。安諾發行管府執導嘅800，咁啊當然啦，你不能夠同內地30億去，即係中國大陸30億去比啦。咁啊，香港去到第二個週末仍然有50间，每間上4场，嗱，講緊片長149分鐘嘅，咁都仍然每場有18人次，25万，10日都去到270万。呢一套都其實幾尷尬嘅，因為拍相嘅人尷尬啦，咁播嘅人都尷尬啦，因為個狀況成套片入邊，真係除咗可能文字上你真係之外，你係冇出現過共產黨噶嘛，咁但係你講真，你呢一套你台灣你播唔播？你依家啊嘅你播，咁呢個又係好似國民黨嘅嘢嚟喎，你播唔播啊？嗱，我先解釋一下。你要套片要台灣上咧，第一件事咧係先要攞到台灣嘅上映 quota 先嘅。唔係就係、是、咯，一年得10個咋？唔係就係咯，你自己嘅故事啦。如果嗱某程度上一定仲有一批會係覺得係中華民國嘅故事嚟噶嘛？咁跟住你係咩？你民進黨播唔播？所以其實呢套片係個奇片嚟嘅，某程度上係。嗱，呢個就唔一定關呢個係黨派嘅事，而係咧。呢個是一個抽不抽，有沒有發行商願意去入，咁同埋商業市場咯，我都係講嗰句，即係呢件嘢永遠都係講嗰句，即係你不能夠 level say level， 咁但係亦都不能夠話一定會有咯，咁我咪等著燒咯。好啦，講咗太多廢話啦，我開始要講講呢個星期開畫電影啲成績就真係麻麻地嘅，入狀都比較好嘅咧。那夜凌晨，我老公死極死唔去是一套韓片嚟嘅。咁啊，安諾發行39间83场開畫，係每場平均次9.9位。週末
2500人次每層，每個人次18位，三日先得29萬。嗱，講真咧，其實套片好唔好笑咧，係好笑嘅，但係咧個明星咧全部都唔出名嘅，咁所以變成咧韓片，你再加埋全部啲明星唔出名啦，套片再好笑咧，其實你如果播 Netflix， 我覺得睇嘅人就應該就會比弱戲院嘅多好多嘅。嗱，呢個片咧，其實就先睇下演員陣容先啦，即係有時咧。好多嘢咧都唔係話咁容易咧去到講出嚟嘅，即係話你竟然話唔出名啊？李晶顏喎、哦，喂大佬啊，你計下佢喺香港有幾多套片上過？半島嘅李晶顏，你竟然話嗱你計下你計下你喺香港有幾多套片上過？即係其實你個你上咗之後就要認得出你四十半島員係啦。李晶顏其實歌手嚟嘅，係啦，好，我哋算啦，我哋跟住去下一步啦。電影俠對於韓國嘅認識咁多，咁我哋算啦。好，跟住下一套就係《索尼克》呢套片啦，《我的女巫手冊》，哇，真係俾人哋食到硬啊！人哋怪嘆黑幕後呢套《我的女巫手冊》，Sony Pictures 發行真係撲得好直，第一日55间225场，每場平均人次6位，星期六。每層平均人次8位，三日24萬。嗱，呢一套都真係正常咯。我可以講，咁你如果講女巫嘅話，呢套入邊嘅女巫，即係係咪叫入門版咧？我只能夠講呢套片係兒戲版咯。都差不多，只可以咁講啦，係啦，差不多啦，係啦。好，繼續啊，咁啊，跟住落嚟呢個星期。指令發行的奪命監咧，37间81场開玩，每場10位，星期六12位，三日又是24萬。嗯，嗱呢套我冇睇，咁據聞都服嘅。係，好跟住落嚟啦，呢一套就是我哋已經睇超過1年嘅片啦。花生影社的繼元台7号淨係開10间，每間上3场。第一日咧就係、是、每場平均人次15位，大概25000到。星期六咧，竟然係推出呢個 IMAX 播非 IMAX 版本巨王版啦，每場平均人次上到28位，咁啊59000，三日係11萬。嗱呢一套咧係據聞啲 IMAX 嘅場數係有特別送好多嘢嘅，係啦。好似星期日 BC 亦都送好多嘢嘅，包括有乜簽名嘅海報啦，亦都成個洋飯出嚟同你呢個 QA 啦，仲有簽名添㗎，可以。嗯，都不遺餘力嘅宣傳嘅。係啦係啦，即係當然啦，即係自己片啊嘛，自己嘢啊嘛。好，跟住落嚟咧，講下呢個小型發行嘅片啦。第一發行嘅《那女士天堂》，4间9场。入座唔差噶，每場平均次星期六去到34嘅，似乎呢個小眾電影 OK 啊，都 OK， 即係其實《那女士天堂》咁樣，即係都之前上映前都有人傾嘅，咁所以套片本身可能即係都會有啲人中意，應該咁講嘅。好啦，跟住落嚟就介紹下本週撲直之選，即係有時咧有啲片都不能夠獨立上市，呢套片片長只有23分鐘。家有令和小路宝中华料理斗一番，新影发行的片第一日36间，每间上3场，每场平均不够2个人，星期六37间105场，每场平均3个人，3万元。咁冇計啊！咁你套片短得嚟，你啲票價又唔係特別優惠，咁再加埋嗱，有啲戲院咧就收45元一張飛。嗱，呢套片嘅片長咧其實只有23分鐘嘅啫，45元張飛咧即係話代表1分鐘差唔多2元。但係更加犀利嘅就係 MCL 院線咧係1元都冇減，同普通長片一樣係60元。我想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呢，作为真人版电影呢都是会令人充满着一些即是托马士小火车这样变成真人版的想法，即有些东西可以小双下可以变成真人版，那即你哆啦 A 梦你都不够胆挑战真人版的事情，其实他放在万圣节前后播就啱。嗯，即大家即入场之前都有很多考量。好，跟住落嚟咧，就係、是、講下其他上映嘅電影嘅情況啦。《
我們發行的奪冠已經去到 第七個星第六個星期了，星期六上80場仍然有1800人次的，當中300多人次來自一個包場，當中包場是包括有油尖旺民政處的 logo 啊，外國電影是有包場的，38日是650萬的。好，跟住就是劇場版《紫羅蘭永恆花園》的動畫，週末55場，仍然每場有22人次，17日接近87萬。而《Tenon天能》已經播59日就5470萬，應該最終都去到5500萬嘅。而指令發行的《玩命直播》咁啊，去到咧呢個週末仍然有接近1000人次，咁啊累積都接近160萬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同大家講講咧嚟緊呢個星期開畫嘅片啦。咁啊嚟緊呢個星期開畫片咧，其實就都唔少嘅，不過咧都係得4套片，因為主要嘅電影咧呢一套電影咧，應該啊電影合同我都未必會睇嘅。木棉花发行《鬼灭之刃》剧场版《无限列车篇》，但呢一套咧，我觉得真系可能需要，即系需要我补啲嘢之后先决定入唔入场，因为始终《鬼灭之刃》都几长咁，同埋第二个咧就系、是、都属于今年嘅大热动画啊，即系个 cosplay 呢个雷豆子嘅，即系个女性都越来越多啊。好，跟住落嚟嘅系啦，第二套片。高先發行的台灣片《親愛的房客》，其實啱啱就上過喺呢一個嘅即係 Cinefax 啦，咁套戲 OK 都 OK 嘅，係啦。好，第三套片《靚太軍樂團》，呢一套嘅興致就真係麻麻地啦，雖然改編啲真人真事啦。好啦，跟住落嚟呢套片咧，可能啊電影合嘅興致會比較高啲嘅。大家唔好誤會呢套電影沒有葉德嫻嘅演出啊！呢套電影叫做《逃者上錯身》。嗱呢一套咧，其實講真，你如果有睇呢一個嘅《Happy Death Day》咧，咁其實係後面同一班主創人跟住去搞出嚟嘅嘢。咁即係當如果一個靚女同埋一個神犯，跟住做個勁樣衰嘅大叔咧，交換咗身體咧，呢種交換靈魂嘅故事咧，已經拍到爛啦。但係咧，一個咁嘅故仔咧，出翻嚟個 result 咧，似乎都幾好笑啊！尤其你睇個大叔如果偶屎不跳呢一個嘅拉拉隊舞嘅時候，嗰陣話 Holy fucking shit， 係啦。唉，好慶幸不是葉德嫻主演啦，如果葉德嫻演個姐嘅真係。系啦，唔知点算嘅，系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同大家讲一讲咧，香港观众真系有福啦，外国电影系一浪接一浪咁嚟噶，咁啊，大家如果嫌啱啱过去嘅呢个夺冠或者我和我的家乡唔系太爱国嘅话咧，请放心，嚟紧呢一套一定会捉到你，因为英皇发行已经呈现11月19日上映，金刚。但金刚村咧，其实作为呢、這、一个即系华谊兄弟咁喺八之后啦，其实即系你需要我应该咁讲啦，呢套系一个需要补偿嘅电影，咁即系个补偿嘅电影就系你都要拍翻共产党嘅嘢啦，咁当然呢个第一个，咁第二个都系啱啱好依家嘅政治局势啦，咁所以你都要特别再提呢一个抗美援朝啊。但系咧呢个时间就怪怪啲嘅系啦。嗱，我要解释下呢套片系叫做系纪念中华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嘅献礼片。系啦，咁呢个时间上呢、這个时间上咧系特别嘅，因为呢个时间上啱好系啦。咁但系个结果咧，嗱目前咧就系呢一个系啱啱嘅美国大选啊嘛，美国大选完，因为如果佢后边加嗰多个普字就啱啦，你明啊？好呢、這个个人意见，好咁啊，我都系嗰句啦，呢、這个个人意见，即系始终嗱呢个真系一个补偿电影，因为点解咧？八八嘅管府係有份拍嘅，
系、哎、你必须啦，因为始终你嗱咁真，我都系始终我都系觉得爸爸系神片嚟嘅，因为佢可以上映咧，本身都系奇迹嚟嘅，或者系佢本身嘅个拍法咧，即系佢依家呢个位置出翻嚟好多嘢，其实都系奇迹嚟嘅。但系 anyway 啦，金刚川咧，其实好多人都需要交功课嘅，包括咗吴京，咁其实都即系战狼啦，都需要交功课嘅。咁交完功课之后咧，市场表现咧系累地咧，咁当然唔係非常好啦，咁個主要嘅原因同趕呢趕住都有啲關係啦，同埋第二個呢就係、是、同類嘅片，尤其應該啊好爸爸又完啦，咁所以於是乎你出返嚟市場嘅時候個同質性有啲太高，同質性太高係啦，雙形見絕囉，唔怕貨比貨，最怕唔識貨。好啦，讲到呢度，第一次时间差唔多，翻嚟同大家讲戏啦。好啦，欢迎大家翻嚟第二次嘅看电影院啊，继续有电影客同埋 Ryan 喺度嘅。系啦，咁呢一节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两套嘅华语片嘅。咁呢两套华语片咧，其实都我自己觉得系值得大家睇嘅。咁都最主要个原因就系咧，呢两套华语片其实个质量都唔错嘅。咁先嚟介绍一下一套大制作啦。即系呢套片就头先上一节咧就被呢个电影盒咧就誉为一套奇片啊，即系都奇噶。嗱，首先你嗱嗱第一个即系你突然之间有一套系共产党去拍呢一个国民政府军，而你又唔可以抹黑佢嘅，跟住你要尽量将抹黑个位要尽量降到最低嘅，咁本身呢个位都已经系一个。very interesting 啊，同埋你係尤其你係當年係舊年原本要上嘅，上到一半跟住抽起，跟住所有電影節抽起咗之後咧，我唔知道改咗幾多先至最終俾佢批到上映嘅嚟啫。其實咁樣講啦，內地嘅審批咧都可以話一個政策史或者一個你係冇辦法用一個常理去理解嘅一件事嘅。咁所以咧，佢出到幾多咧？大家不用深究，或者原因是什么就不用深究，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中间的过程和讨论过程是怎样的。嗯，对了，不过今年都是了，今年另一套一秒钟都又出回来了，预告片。但是这套我觉得始终是奇片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于这套片里面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而且你还要挥舞。好蒙嘅咋，嗱嗱嗱，系啦，你好蒙嘅，但系你问题系咧，你再蒙嘅状况之下咧，你都系要出嘅，而且嗰、那个你呢、這个系我觉得本身嚟讲系呢一个都属于个创举嘅系啦，呢、這个不亚于当年系金马俾泽杰浩去攞呢一个金马奖嘅道理一样嘅。泽杰浩攞就冇乜问题嘅，咁啊，其实都系一个华语片。咁你例如呢样嘢嗱，佢尽量做到蒙。咁但係蒙都好，你認到咪認到咯，你認唔到以為怪你咯，你一啲嘢咪算咯，咁啊，但係你始終不能夠掛出支五星紅旗噶嘛。係啊，所以套片入邊係冇共產黨存在噶，個共產黨淨係出現喺文字度呢樣嘢本身，我覺得已經係，我覺得係已經做咗好大嘅創舉同埋讓步噶啦，喺某程度上，根據國策。因為真係成樣嘢真係唔關事嘅嘢咧。你夾硬擺落去，成套片就變咗另一樣嘢嚟。啱啊！但係佢攞衫，係咪佢夠即係佢夠膽拍呢個第一樣嘢。咁第二個係我夠，最終我都係夠，我無論我改幾多，我最終我都係夠膽俾啲相嚟。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位置。咁當然啦，中間你好多嘢當然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版本或者修訂啦。但係你話依照整體故事性或者係整體嘅完整度嚟計咧？其实是 keep 得算是相当完整的了。你讲影片我就有点想讲的。某程度上呢，大家要明白的背景就是香即是中国大陆的戏院呢，其实七月下旬呢才开翻，入座率只限 30%， 片长最多120分钟的情况之下呢，根本是一个死局来的。嗯。而800拿去上呢，某程度上呢，你估真系一个暑假大档咩？试水啊！但系竟然俾佢试到咯。因为其实讲真，啱好都食中一啲
其實我講真食食仲有一啲時勢時事嘅，因為你始終呢、這個即係你比奪冠嚟計啦，或者比其他嚟計啦，即係你更加需要一種激勵一啲，你覺得係一個冇可能贏嘅狀況之下，但係你要贏。呢種種類嘅狀況其實會係無論邊個年代嘅，即係嗰個中國人啊或者華人啊，咁無論佢喺邊個年代，佢有一種好強嘅一種代入感。呢、這個位其實係奪冠嗰個位係冇辦法去取代，因為奪冠始終你係 limitation 係佢本身佢係排球，你有好多一啲嘅 training 或者係訓練，你始終你要著點樣去上升去民族嗰個成分咧係困難嘅。所以其實八八想到或者佢有呢個市場表現，其實佢本身係有好多嘅背後嘅元素或者考量喺度。因為你套片入面其實係講真，你一開波佢個切入點佢唔係好似，因為其實1970年都有一套嘅，四行倉庫保衛戰。咁但係你個切入點係完全唔同，你個切入點其實你係從集體軍跟住被重新收編，跟住被逼住去守呢、這個嘅狀態，其實同之前嘅南京嘅一啲嘅切入點咧係好似嘅。即係你唔係即係你從一個小人物嘅，或者係一個原本你覺得你自己唔係咁重要嘅一個人，你係好有好無嘅一排嘅集排軍，跟住去傾呢樣嘢。雖然你係有好強嘅一種方式嘅執事，就係啲人嘅心態點樣去變，咁去符合翻呢個就係一個你覺得你自己係中國人嘅話，你個性格上面係對抗外援嘅時候，你個嘅狀況係點樣變嘅？同埋套片當然，我覺得有一樣嘢就做咗都幾大程度嘅修改啦，因為嗰個嘅四行倉庫所在嗰個位置咧，咁的而且確係蘇州河嗰邊，但係你話對面嘅租界係咪對住個河嗰邊又咁繁榮咧？其實係唔係嘅？如果你對照翻舊嘅一啲嘅，即係個歷史嘅一啲嘅即係文件啦，或者係啲相啦，咁其實對面係租界不假，咁但係咧，至於有冇好似電影入邊去到一個咁咁繁囂嘅一個狀況，可以同對面做一個對比咧？呢、這個位置係有跨色㗎，呢個係跨色嘅。大家都明白嗰個一個戰場喺隔離嘅時候，喺度歌舞升平。呢個係跨式嘅，咁當然啦，佢係需要就係需要一個咁強嘅對比啦。咁亦都第二個原因都係啊，即係又要去，即係你點都係共產黨派出嚟，你都係要特寫一啲好似國民政府係要做 show 或者嗰啲。你等於1942入邊嘅切入點都係嘅，即係你唔同嘅人，但係好可惜依家係你唔會再有人去講國民政府軍嘅觀點啊嘛。你台灣嘅所謂中華民國都唔講噶啦嘛，係咪先？咁邊個同你講咧？咁冇噶啦嘛，咁所以歷史講下講下咪冇咗咧，就係咁。係咯，咁但係 anyway 咧，其實套片我覺得戰爭場面拍得好睇嘅，即係嗰啲攻略係好睇嘅。即係其實呢一啲地方咧，我覺得套片其實佢即係其實中國大陸拍片大型嘅場面人任，即係其實供應或者你嗰個鋪排咧，你要幾多少你只要咧肯去拍咧，拍得好唔得事一個問題嚟。咁呢個亦都見到個掌控係做得幾好嘅添。係，咁同埋最主要你每一場嘅嗰個位置，啲人啲血性點樣被吊起，咁嗰啲位其實係你或者係以身體綁住炸彈跟住跳落去，因為根本上你冇可能穿透人哋嘅嗰個盾甲陣嘅時候，呢啲位置係真實發生嘅，其實係真實情況發生嘅。咁所以嗰啲位置係令到係即基本上你仲喺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嘅狀況之下，你係會有一個好強烈嘅一個感觸嘅。嗰啲位置你係 hit 唔到嘅。唔係，我覺得即使乜嘢民族都好啦，其實睇見呢場面嘅時候，會有感覺咯。我會咁樣講啦，比較即係亦都可以咁樣去到嚟講呢一樣嘢嘅。嗱，咁啊，其實《八八》呢套片咧，我相信大家都仲有機會可以喺大人物睇嘅。咁而且，都曾經做過 IMAX 版本，我都覺得算係難得，即係可能係趁住荷里活依家冇片嘅時候，都算係一個幾好嘅 experience 嚟嘅。嗱，跟住落嚟講呢套片咧，就香港都仲未知以時尚。香港亞洲電影節咧，今年咧其實得一套開幕片，就一套閉幕片。咁呢套開幕片咧，啲飛啊唔夠大半個鐘就賣曬，叫《手卷煙》。嗯，係啦，即係林家棟嘅
身邊啦。咁呢套片其實係疫情嘅前段咧，喺疫情之前叫完成咗拍攝啦，跟住喺算唔算咧？定係疫情中間都仲拍緊咧？其實疫情中間係拍緊嘅，因為其實三月幾嘅時候咧，係有一啲即係重慶大廈即係探班嘅通告咯。嗱，所以我諗其實都係一個幾辛苦嘅狀況之下拍出嚟嘅一套港產片啦。其實個古仔幾有趣嘅。古仔其實咧就係講緊一個即係依家發生嘅事，咁就係阿林家棟咧就一個華籍英兵，咁啊嗰時九七回歸啦，咁啊官階唔夠高嘅，冇高居英田就留喺香港啦，咁跟住就去咗就係做一個。即係其實黐喺阿泰哥就係阿袁富華身邊，又揸人哋錢嘅一個角色啦。咁啊，然後咁啊，另一個角色咁啊叫即係就係阿別編卡瑪飾演嘅文素啦。咁啊，其實就係一個夾埋表哥，咁啊去到走粉啦。咁啊點知有一回就俾阿個表哥就跟住叫佢匿埋啊，即係想自己夾，即係自己近曬嗰個，即係中馬先郎啦。咁跟住就當然俾阿泰哥嘅手下就係白子飾演嘅辣雞啦，咁啊刮出嚟嘅之類。咁啊套片咧，跟住就係、是、即係當然阿文素梗係要走啦，咁啊走咗，跟住匿咗落去啦。阿林家棟即係呢個飾演嘅角色咧，咁啊就即係嗰個屋企入邊個情況就係咁樣啦。因为其实讲真啦，套片咧系，比即系佢个切入点其实系有趣嘅。嗰切入点其实第一个就系冇乜人点样探讨过所谓嘅英，即系港，即系香港华人嘅英军咧。咁究竟其实佢哋后来系遇到啲乜嘢，或者佢哋自己喺身份认同上面点样去做一个融入？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嘢都系呢套片入边比较缺嘅嗰个位，因为啱啱好其实呢个位系可以再转得深啲咧，但系套片咧系最终系比较轻微嘅带过，但系调转咧反而系个男阿瑞，就算佢本身系香港人，香港出世。嘅嗱，係佢同本地產生一啲嘅隔膜，嗰啲嘅位置，我覺得就做得非常之深入啦。可能同呢一個成個嘅環境係重慶大廈入面拍有關係啦。咁亦都同呢個第二男主角嘅一個表現啦，雖然佢完全係嘅新人啦，但係佢嘅表現其實係好清晰話到俾你知，其實佢明明覺得自己係香港人，但係佢就係融入唔到呢度，即係或者呢度嘅人唔俾佢融入啦。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個描述係好真實嘅，因為你講緊少數族裔咧，你去遊尖旺其實係好多嘅。咁但係其實大家對於佢哋嘅融入，或者係可能個文化，或者大家個背景，或者一啲表達嘅方法唔同咧。其實例如講緊話啊，即係講緊個小朋友，即係喺學校會同人打交，會比較多肢體碰撞。其實呢一啲係有時少數族裔有一部分咧，佢哋嗰個。個表達一啲嘅交流嘅一個形式，咁呢樣嘢咧，其實都係幾反映到個現實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咧，阿比斯卡瑪其實今次演呢個角色咧，其實演得相當之好，因為其實佢係用佢一個角度就係、是，其實簡單嚟講啦，兩個角色，無論係林家棟飾演角色，或者係比斯卡瑪個角色咧，其實都係兩個俾依家嘅社會遺忘咗嘅人嚟嘅。即係你見所有嘢，阿林家棟其實佢係不停咁緬懷緊自己過去，佢其實唔係太表，佢即係太面對到佢之前，當然佢仲有背後就係同一啲同一啲嘅古仔，咁你唔好穿橋啦。咁其實都影響到就係佢嗰個心態嘅。咁至於話 Bibi Karma 其實係親喺呢個過程入面，其實兩個係互相去到落，即係幫緊對方一樣嘢。咁呢一種咁嘅互助嘅形式咧。其實近年首部劇情片其實不難睇到嘅，即係你依份就係同即係陳小娟嘅淪落人，其實都係呢個模式嘅。其實我覺得其實你始終兩個人佢本身都係屬於一個被社會你遺忘啦，或者係
忽視啦，但係偏偏佢哋自己之間咧都仲會有呢一個好明顯嘅上下級嘅呢個分別嘅，因為你會見到其實佢一路叫佢阿 Sir， 咁你叫阿 Sir 嗰個其實係以前有好多一啲嘅，即係對於一啲少數族裔嘅一啲唔係用禮貌嘅稱呼啦，即係阿叉啦、摩羅叉啦，或者你嘅電影入面你都會見到佢不停叫佢叉仔啦，咁呢啲咁嘅位置其實亦都係社會上面，就算你到今時今日，大家亦都係習慣嘅，其實你等於叫一個。你等於叫一個黑人叫黑鬼嘅道理一樣嘅，係啦，你係一個相當某程度上都有一個幾唔尊重嘅。咁當然有啲人佢接受到你冇惡意嘅，你只係一個稱呼咁，但係依然有好多人其實會聽落去真係係唔舒服嘅，尤其佢本身係少數族裔嘅時候。咁你嗰個位，但係佢又對住可能以前嘅英軍或者係嗰啲，佢又要有啊你哋啊 Sir 咁，我唔可以冒犯你，咁佢又有一種好強烈嘅壓力咯。即係佢可能睇見啲片啊，睇見啲射擊場面，佢會有壓力咯。其實對於呢個角色嘅話，我覺得呢套片仲有兩樣嘢好有趣嘅，就係咧，片入邊有啲角色嘅呈現，即係你講黑幫嘅呈現，你講緊阿袁富華嗰個黑幫嘅造型咧，我覺得幾有趣。即係嗱，呢套片入邊咧，其實林家棟係一個主角嚟，林家棟其實亦都非常搏命。呢套片嚟未有一場打鬥係一縮落嘅，你見到佢真係自己搞掂曬。而且呢套片入面林家棟喺個表達呈現嗰個層次嘅角色咧，亦都比起我哋預期咧，佢演得係入戲。係嘅，係啊，呢一點其實林家棟其實咧近幾年係越嚟越咧，其實入戲個程度係越嚟越深嘅。咁啊，而至於袁富華咧，其實今次都幾有趣嘅，就係佢嗰個造型啊。特別是其中一幕咧，佢加上太保的呢個台灣黑幫走埋一齊嘅時候咧，更加一個好有趣嘅對比。係，咁你其實你呢一個李大嘴同埋呢一個，即係李大嘴同袁富華見到面嗰下咧，其實。隔離行有叔叔噶嘛，係，即係你有好多一啲位置會產生一啲幾有趣嘅化學作用啦，只可以咁講。係，咁但係袁富華佢呢個造型而同埋佢呢個心狠手辣呢個咁嘅性格個對比咧，對比好強，同埋佢嗰個演出係好淡定。可以講咧，袁富華近幾即係可以話。佢近年即係因為佢都係舞台劇出身，近年俾佢演電影，其實每一次咧，絕對係交足貨，無論乜嘢款式，佢都可以演得出嚟。係嘅，即係包括話《殘影空間》入邊去演個老人家，亦都係演到出嚟。都係，都係。咁但係當然啦，呢、這個其實中間你似即係你似八字啦，個即係嗰個角色啦。咁雖然說話唔多啦，咁但係外形啦、眼神啦、成個嘅表達啦，即係比佢喺某啲 online 嘅廣告啦，即係財務公司呢啲廣告上面嚟嘅咧，即係個效果就好多嘅，係啦。即係你會見到其實真係拍緊戲嘅時候嘅狀況係比較唔同啦，只可以咁講嘅。系，咁所以其實《手犬煙》都算係一個，即係其實成本好低之下，其實得325,000嘅啫個製作，咁但係出嚟個效果，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比預期好嘅。咁至於套片幾時上咧，大家就要問一問安樂發行啦。好啦，講到呢度啦，今集嘅後巷電影院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好，拜拜。